的有心有心要替咱台湾民政府，要替咱台湾人民做代志的人，你才通来参加后边的职前训练。啊，若无，真的不要，因为毋是你所想的做官遐尼啊简单，遐尼好。当然啦，薪水会高一点啦，也许你会享受一些比较特别的待遇，但是你本身要替台湾人民劳心劳力。因为刚好这期是高级班，啊，有的人初级班还没参加，直接跳来高级班，啊，因为下个礼拜刚好是职前训练，啊，下一次的职前训练可能要等很久，三个月，啊，三个月后可能一些比较好的职务去用经了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有开会就决定，你听清楚，下一集你若初级班还没上的，我们允许你跳级，直接先参加职前训练。啊，职前训练以后，迄期后边迄期呢，都要初级班，你就过来报初级班。我讲咧，你唔知有清楚无？你敢有清楚的，请你举手。啊好。啊，你若本来有初级班、有高级班呢，啊，这高级班呢，啊，那是按照顺序，所以下个礼拜你都要职前训练。但是唯有黑熊。黑熊军团下个礼拜没有黑熊军团，因为黑熊军团要有数科要操啦，哦啊，所以黑熊的部分你可以留到大概在九月底或者十月初，我们会有黑熊的部分。啊，你也说，哦啊，我参加议员的培训职前训练，啊，我可以参加啊做阁员的职前培训吗？答案是可以，但是你不能够在一次里面参加两个，你一个人呢，啊，要怎么参加两个，那个不可以。啊，啊，你若讲参加议员呢，啊，你后要搁参加黑熊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像我，你们看我呢，我嘛赶快爱参加职前的培训呢，我一样参加阁员，啊嘛参加议员，因为我想我年纪也较大。我七十几岁以后，我就要来做议员了，因为议员较轻松嘛，举手就好，对不对？啊，研究嘛，研究吼，这个法案呐，啊，迄个预算呐，安尼尔嘛。啊，来做阁员，要用头脑呢，吼，啊，这款来给少年来去做，啊，少年来去做议员啊，我就很讨厌。你要扁担要创啥？干不是？有足侪吼，少年哈，机会来了，我来做议员就好。拜托，他们做议员就好。你们少年的吼，九月六号有那个郡守考试，拢爱去参加郡守考试。哪怕考一次不及格，不要紧，考两次也没有关系。有人一年考八摆无空对，不要紧啊。你每次多念一次，你都对这个法理你有更深的了解，这没有问题。但你们常想，我咧过这个做郡守考试。考了后，你就说，嗯，啊，我的郡守啊，不是哈，没有那么简单。你那个郡守，你考了以后，你还有八名的郡务委员，你要有郡务委员，你才是一个合格的郡守。了后，你还有郡守的办公室，这样呢，你才是真真正正的郡守。郡守是什么叫郡守？讲较白哩，予你习惯会当较清楚，就中华民国内底县长啦，县长是选甲要死，咱毋免选啊，拢是军事政府直接下令指定你当郡守，所以你一定要去念法理，你毋通法理读读诶，啊，甲美国人死，甲要谈判坐落去讲，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哈，落去啊，我甲你讲。我的烦恼一定有人安，我咧讲，真正有人会安尼。你唔通想讲吼，你不会犯错。所以是安尼讲吼，我愈来愈担心，我们的素质够不够啊？九月十三号到二十六号，美国的司法部前最高检察署的前检察总长、副总长没来，
AIT 也会派人来参加。当然台湾金牛啊，但恁已经拢取得资格，所以恁今日回去吼，第一项代志要做啥？你知不知？恁知无？知影举手。要创啥？哎，买西装呢？买西装是你的第一要务啦。你著较早去买，无我让你买无，我跟你讲，你唔通想讲乌色足简单买，啊！你像我穿这是袂使哦。我是因为外面有太多的事情，我总不能一天都穿黑的。人家讲啊，咱现在拢穿黑来，阮兜搁较穿黑，所以我就必须要穿不太黑的东西啊，有条纹呢。但咱的整个所有的民政府的所有人拢爱穿黑色的。领带白色的衬衫，女同志、女童星，内底白色的就好，无管你什么物件，内底白色的。至于是有领子没有领子，迄种你的家己。但是外口就是西装，你可以穿着裤子，也可以穿着裙子，都是被允许。你如果下礼拜来受训，你若无穿西装，我们不会让你进教室。我一定要先讲个清楚。安有清楚无？好。好啊，今嘛我卖拍手啦，拍手我都烦恼，因为实在讲吼，很多人，你伫拍手你欢喜，我都心情就很低，因为我感觉讲吼，你要去接政权，啊是有法度，你啊看阿扁都阿扁叫一堆人去接，拢差不多几乎啦，80%-90%。拢去，即马拢伫监狱里找会到。是安怎？是安怎安尼？我甲你讲，你也知影哦。当我们派你去当官员的时候，你的周围的人大部分拢是国民党所遗留下的一人。这是真的哦。你事务官嘛，你政务官嘛，你是接受命令，你去当主管嘛，事务官。你把你拐一次拐不过，拐两次拐不过，第三次你就倒了。报告科长，这个可以签啦，人以前大家也签，签的吼，人家秘书处就会发50,000给你啊，这会当提呢。这款的话你若听几遍，你不会动心吗？你会动心呢？一个跟你讲，两个跟你讲，三个跟你讲，坐隔壁跟你讲。哦，有影哦，签了就50,000，爱怎提哦？我来签了，该死！这款的代志，伫阿扁啊做总统的时阵，太侪所谓的民进党遐人，拢总是安尼呐。变作伊老尾啊，要做官，拢爱行后壁咯。我也卖讲啥物啦，阿扁啊本人是袂收啦。但是那真正收钱就去了啦。咱对外有讲，台湾民政府对外没有募款，但是对内我们会募款呢。对外是秘书，你不是我们的成员，你外口的人，咱绝对袂爱你的钱。对内底，可比讲咱要办这个活动，哦，咱可比讲台中。要台北参加这个做演讲，诶，游览车爱钱无？爱无？你感觉爱钱无？爱钱的举手。你还无举手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爱钱的时阵，你要坐游览车，钱要倒来，为倒来，家己爱存嘛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咱伫职业训练的时候，职前训练，我讲一个观念。我们要推展 Go Dutch， 什么叫 Go Dutch？ 各付各的意思。我希望恁大家人即马开始都爱练习各付各的习惯。食一碗饭，食一碗面，自己付。你家己感觉下碗六底下都50块尔，你叫40块就好啊。你不一定爱打肿脸充胖子，外国人。西方人无迄个打肿脸充胖子的事情，这点台湾人甲迄个中国人学甲有够焦着，很可怜。
这款的代志，你无请别人食饭，没有问题的。啊，不是讲你请别人食饭，其实人家请你吃饭，都是有目的的啦。噶唔是？所以你这个观念，要做台湾民众的官员，很多的观念要改过来。我有讲，对外不募款，啊，有的人讲。秘书长，你讲对外不募款啊？我即马，我要坐伊拉马斯奖，爱搞500块啊？为什么？哎、欸，啊，你要坐车，你免交钱吗？所以，请台中买来台北，一人收500，啊，剩呢，你暗食便当，这合理呀、啊？啊，但你袂当讲你家己去交钱，来台北参加迄个演讲。啊！你讲啊，你不是说不募款吗？所以我跟各位讲，我们是对外不募款，对内 go Dutch 各付各的。啊，你看我剩募款，应该没有募款嘛？干不是？所以你一定要有那个观念，口袋有多少钱，做多少事，绝对哈、哦，卖强迫自己不好了。你今日食人一顿，明仔载食人一顿，后摆你做官员以后，逐工都人要请你食饭。我甲你讲，我看啊足明显的，敢若在管政府啦、新北市啦、桃园啦、台北啦，拢总共款脏得要命，伊不爱甲你讲啥。但是你为着要叫伊戒烟啊，你就会主动甲讲，哎、欸，我请你来食饭。啊，吃饭了有第一摊啊，第二摊、第三摊，社会风气都无去了嘛。咱要做台湾民众的官员，你若有迄种的心态，我劝你卖做，因为你若贪污，我绝对给你清算。我们要讲清楚，所以。您时间真短，干那一礼拜去思考尔。普通是拢会过一个月到两个月，再来思考讲伊要来做官，不爱做官。但您这期呢，干那一礼拜思考，愿意做官，你下个礼拜可以来。下个礼拜来就必须要规规矩矩。下个礼拜来，你们睡双人床的床铺，每一个人弄被单给你。陪单有人讲，哦，啊，这只水，哎，我歪讲，你啊，这皮要送人来哦，你卖到乌白收，那是你用过以后马上要提洗，你不要拿回，拿回去没有用啦，内底那种对一个啥台湾民政府的 logo 啦，啊、你提哪边东啊？那证据哦，我先跟你讲，你不要拿回去。啊，有的人吼、哦，平单，干脆就歪。那金头很多人爱个吼，铺那个金头要装到里面嘛，冰冻啊，歪入金头啦。我你为什么不放？啊，免啦，安尼免洗。啊，卫生嘞，你拢无去想。所以吼、哦，生活习惯是无讲真久啊。咱那遮短时间，三天两夜，都要将你坏习惯给你改过来，有一点难度啦。但是三天两夜，我们会教你很多的东西。我无法度甲你改变你的个性，但是我至少一些很简单的习性，我会甲你改变。所以，我伫这个所在，我甲各位拜托，若无心的，真正唔通来。你无必要浪费迄个钱。我讲实在，你无迄个心的，千万唔通来。你若有心，讲真正要替咱台湾人做代志，你才来。受训以后。马上就让你挑选你的职位，在电脑上有中央的，有州的，有郡的。你要做议员，你做议员；要做阁员，你做阁员；要伫郡内底做郡的内阁，还是迄个郡的议会的议员，拢记在你。我以前是想讲，是用抽签的，即嘛无啊，互你家己拣。因为你若用抽签的，后摆你会怨叹啊！
人我本来就不是要经济，啊，你电脑给我经济，害我贪污，啊，才有借口呢，对不对？这样我不爱，哦，你自己经，你要做什么，你喜欢的，你自己去经，啊，如果贪污清楚，你就较不会讲，这样好不好？哎，免烦恼，免烦恼，免打破，今天七月最后一天，七月是农历，所以我要讲得清楚啊。后摆贪污了后，你都你敢怪？你拢家己敬，下礼拜拢家己敬。咱这边有百里个，咱七百个位置，最后的七百位置，这摆呐百里个考虑就剩六百位尔。当然我唔知礼拜六有几个人来，但是我们的时间已经很快了，啊，佮配合到位美国来，几乎已经时间很接近了。所以我甘愿利用上课的时间跟您讲这些，因为我必须语重心长，跟你一再叮咛，一再叮咛。你如果真正无心的，你唔通。你即摆入来了，你若这个考试拢通过啊，啊，你摕到迄个是资格证，议员的资格证，或者阁员的资格证，或者黑熊的资格证，你当然可以去就任。就任以后，在我们执政之前，我们有分成五个团队。第一个团队就是议员的团队。这议员团队底下，中央有参众议院的议员，地方有参众议会的议员，在地方有郡的议员。这五种的议员，每一个礼拜有一天要大家聚在一起。啊，聚在一起。啊，你讲啊，系啦，啊，等你摆下面，我有法度，啊，我才无闲，我伫上班呢。啊，你会当请假无？可以。那要请假有方法，听清楚啊。你现主席是使用的是智慧型手机，请你举手。全部拢智慧型手机啦。如果你没有使用智慧型手机，你爱去换智慧型手机，因为你参加议员的。A 时阵啊，你要加入这个 Line 的 Group， 把人不能加入，只有我们的议员可以加入的这个 Group。你加入这个 Group 的时阵，你讲啊，你无闲，你厝住足远的，你无多来，这礼拜无多来，可以在 Line 上面的记事本请假。在记事本你写你的名，后边个挂号请假，免写理由。你头发痛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都可以请假，你请一百次没关系，但是上次重要的时候，中央跟你说这一次的聚会一定要来，啊，你就一定要来，其他的你都可以请假。我说得很清楚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也要用智慧型手机啊，你不要用你就累了，啊，所以我现在交代州长，每一个礼拜天在中央的在那个地方的州的办公室，教不会用智慧型手机的童心如何使用智慧型手机，如何使用 LINE 那个笔记本怎么做，很清楚啊。所以台湾民政府所有的官员四千几个，中央一个命令拨一个给你打下去，两秒前后全台湾四千个都知道，这不是很方便的。所以现在是科学的时代，你本身要科学，你如果跟不上科学，你就会被淘汰。特别是你要当官员，你要去学，你别烦恼了，那很简单的，我都学会，你也会，我六十岁了，我都会会，你不会，很简单，学一下就会了，别烦恼，那不是米，那个不是东西，比你上课更简单。上课在一起七点半到晚上十几点，你不累吗？回来吼，哦，我现在有听到很多东西吼，回来都要臭味呢，哦，你不知道那多艰苦呢，为在时大家晚上呢，比什么更艰苦呢，啊，好，讲得好，因为吼，让旁边的人惊到，你都不能去啊，很好啦，你这样子，我是很喜欢你这样讲啦，我就很怕你吼，嗯，啊，你一到来就可以做官，要求这种话说起来，我们海西人大家都懂，不是说高级的这样做官，我先跟你说，你这边职权训练考三次试，没通过不能毕业，你看到考试大家都不见这么年怕考试的举手，嗯，好好，
很老实啦，啊，免烦恼啦，啊，免烦恼啦。我阁甲你讲，议员的那 group， 阁员的 group， 那是同款。啊，这个阁员的 group 我们会建立。可比讲哦，这个州内底有300位的阁员，就是有300位的一些的 group， 所有别人通通不能加入。中央呢发一个指令，现在开始点名。啊，你的手机来提出来拍，某某某报道，某某某报道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哎，你有随时在注意我们中央的事情。所以你也看吼，即卖时代甲以前是拢无共款啦。即卖时代唔是以前的时代。以前呢，一个代志要联络吼，吼，啊那国较古早徛马徛几工才会当得到消息，即卖拢免啦。电脑一按，拢总知影。所以我看着讲吼，啊，咱即卖现主持甲看，拢乌头毛较济，啊，这真好，啊，黑头发的比较多。占2/3，非常好。我们就是希望这样。40岁以下这个 group 叫做青年团，其他人都不能加入，只有40岁以下。我知道你41岁，40岁嘛，赶快不能参加。但是40岁，我们把它设定为我们台湾民政府的第二代的接班人。咱爱会量啊，爱将政权来交予少年呢。啊，有能力的人，因为确确实实这个世界在进步。咱有时候想一想，是有一点落伍啦。像我，同款呢，我无逐项拢会晓。我跟你讲，我嘛是同款啊。在法律上面，伫个国际法典馆、鉴定法典馆，我刚刚讲，我绝对世界一流的。但是其他的部分我不一定呢。大家爱记得，拢爱较谦虚的。你也许会很多的东西，你还没有被人家发现，你要在我们里面要表现。我为你的 LINE 来这对话，我就可以发现你是一个人才。我现在发现人才哦，我不能讲去给你拜访，不用。我在 LINE 顶端，我在厝内底这 LINE 所有的6个 group 6个州的 LINE， 我甲拍开我甲看，我就知影讲哪一位是人才。讲的话，讲的话，头头是道，啊，讲一个计划，哎，这个人是人才，我就把他提出来。也许我就让他去当团长。虽然你这么多多咖喱，没边烦恼，你有表现，你就有机会当团长。一个咧，四清四白的人没有很多。专台湾2300万，你4400个，你要伫公务人员内底出头，太简单了啦！啊你，你无闲不要紧，你 line 手机拍开，讲你的，那即马每一周拢有一个题目互恁，你会当顶官来讲你的理论。啊，若讲甲你考英文，你会当英文拍落去，我就很清楚。哦，这个英文不错。哦，这个日文不错，哦，这个德文也很好，啊，那个荷兰文也很好，啊，你人才是不是就背起来？你免惊讲无人看你也对了，你都爱惊啥？惊你自己本身不懂得 show out， 你家己本身不要表现，不要表现，这就是今日我甘愿不爱上课，要甲恁讲遮个代志，互恁听，因为。我说的这些东西对你来说实在太重要了。比如说你上完课 Sayonara 再见，啊，就不联络了，不会了。你加入台湾民政府职前训练班以后，你就会马上加入 LINE Group 里面，只要你的电脑打开，只要你的手机打开，我们就知道说你是存在的。我再说一次，你那边请假，你在记事本上面打上你的名字，括号刮胡请假，安尼多好啊，足简单嘞啊！干唔是，连打电话都不用。我伫 LINE 看，我就知你请假。啊，你若定咧请假，这人定咧请假，
电脑都会记啊，一次请假，两次请假，三次请假，你走不去啦。这种科技给你控制好些好些啦。啊，你啊，很好，本身很有能力的，你的表现出来就出来啊。啊，有清楚吧？啊，若无清楚，咱甲发问。即马开始，互你发问，五分钟有问题无？有没有问题？没有啊，点点，我讲你一个没有，那大家拢点点了嘛。三个月以后，哎，够一个问题吧？当然啦，我讲三个月是不太负责任啦，因为如果在两个月里面啊，熊熊七八已经满了就没有了。我们只有4400位，我打算多录取400位。啊，够问题吧，够耶？够啊，有问题吧？还是你不要问问题，你唔知影问题。啊，您这边诶受训，您感觉安怎？感觉很痛苦的，请举手。敢若一个老师尔啦，你们都不痛苦。安尼好，安尼之前先来，互恁较艰苦咧。啊，不痛苦，啊痛苦的举手，啊不痛苦的举手，不痛苦的。哦，是真诶啊假啦？恁遮爱读册，是真诶啊假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哎，你可以来旁听啊，没有问题啊。啊？读两摆，好，好啦，啊，读三摆嘛会使，嘿，好，好。我初级的、高级的，我读，我来上两次啦。啊，检查很好。啊，我有啥物事就通摆啦。我来，知你要摆啥，你家去拣啊。你也毋是拖刀啊？拖刀就用电脑给你进，啊那家己就家己摆，好，好啦，好，啊，好啦。我从国民党拢死我起来啦。啊，你来都是宜兰州。是。谢谢，我很希望你讲这个太棒了。哎，伊讲吼，道德教育要加强，他拍手。我真真正正吼，我的心跟他一样啊。你跟他读学问、学法律啊，道德教育拢无，安尼敢会使？所以以后还是要增加道德教育，真正的，对不对？无啦，卖讲搁读一礼拜啦，恁绝对，哦，你少年，你敢读一礼拜？读一天就大家艰苦坐过啊，没有错啦，他讲得非常好。我在研究讲哦，这整个的课程里面呢，怎么样把那个道德教育啊放到那个里面，真正需要。咱台湾人哦，过去要求好，啊，现在是要求歹。想看过去要求好，恁听不听？你讲311姊妹那个海啸的时候，日本人发生的时阵，日本人偌规矩，恁还过去嘞？大家都排队，要7-Eleven排队，甚至有一个代志就是有一个人要几啊天，伊嘛伫排队，啊，未到伊买的时阵啊，伊死去啊，因为枵死去。伊甘愿日本人甘愿讲我甘愿枵死，我对，伊不插队。这种的精神哦，什么人才有？台湾人。台湾人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以后的一个月内底，全台湾无警察、无军队，伫等蒋介石，因为送迄个麦克阿瑟叫蒋介石来接受日本的投降，无警察、无迄个军队，台湾人的犯罪率，迄几天、迄一日、迄一个月、五个月的时间的犯罪率零。一个人都没有犯罪，
啊，变作今日这款型，人心啊！所以台湾人有真好的素质，你知不知？啊，是我受了中国的教育以后，贪婪、说谎、碰风，已经拢总，甲咱台湾人的本性拢无共款啊！所以，我们今天的台湾民政府，我们有这个责任，我们有这个义务，要重新教育台湾人，从我们教育自己开始，先来实行 Go Dutch， 各付各的这款的习惯。我刚开始这样做的时候也很不习惯，刚开始的时候了，我喊完兄弟出来，吃米。吃饭吧，我甲讲会各付各的哈、啊。阮小弟安目睭遮大蕊，啊，啊，不然是拢你你付吗？我各付各的，为什么？我这个习惯要改。西方人这个是非常好的习惯，我们要学。今晚开始，我喊阮小弟马上各付各的。啊，你要爱啥？你要食啥？你家己叫，家己拿钱啊，对不对？你爱给吃一块鸡腿，该拿钱啊！啊，我想吃一块排骨，我自己交付钱啊！我讲这不是笑话，但是请你好的回去了去思考了来改变。来，还有问题吗？你都免烦恼这哈，伊讲即卖政府哈，啊即卖台湾的社会作乱呢，有黑帮啦，啊，我跟你讲哈，没有错，我一旦跟你讲一句话，只要政权一改变，所谓的黑帮拢走了了，伊未堪要讲一个月华甲拍一届卡通片啦，我以后没有死刑，啊没有死刑，以后没有监狱啦，没有徒刑啦。咱干两项尔，一种的是叫做死刑，啊，另外一种叫鞭刑。我不爱甲你拍死啊，我嘛不爱甲你关啊。我想那都爱叫人甲你顾，啊，搁煮饭互你食，搁起厝互你住，我咧笑哟。我甲你抓来判刑，判讲三个月啊，三个月平均一个月要拍一摆，啊来，来去互因判一个鞭刑的度咧。有无？遮有无？你看看鞭刑，你捌看无？啊，来，互你看，互你看迄个鞭刑的图。你看无？迄尻川客有白无？好漂亮的屁股，来个拍落看麦。这就是鞭刑。以后我们台湾民政府就是鞭刑，而且派出所没派出所，警察局里面分局里面就有鞭刑室。今日犯罪，明仔随去鞭刑。啊，你若讲拍三个月顺便啦，一个月，可别去拍一摆，超了爱动偌久，动超一礼拜才会好。啊，一礼拜拍一摆。啊，所以你用规定三个月吼，我讲你去三个月，逐天你都咧拍咧困啦，未好呢。所以，若要讲次序变坏，骨坏我看卖啊。哦，对，很好。伊若唔惊拍，我才随在你。所以你免烦恼遐啦。各位还有问题无？都没有问题啊。不可以，他不会接受。对，对。啊，可以，在国外都可以行得通。目前呐、啊，哈，啊，我们的那个旅行证件快要出来了。其实哦，咱若要发旅行证件哦，今天就可以发。但我唔敢，晓得？申请那个身份证的人太少，我们现在差不多只有25,000份。啊，那这个身份证要发的旅行证件呢、哦，我相信，也许不到2000个人。啊，2000个人，佮除以365天。我看吼、哦，
一天要进出的人无两个。啊，即摆呐，甲美国讲吼，甲海关讨两个空，互咱进出吼，啊，无人去进出，啊，中华民国甲美国讲，啊，没有人再进出啊，你浪费啊。所以我就想说，差不多5万人左右，我们再来发旅行证件。我们已经有权利了，我听清楚，我们已经有权利发行旅行证件了，那个密码已经得到了。我告诉各位，我们的旅行证件的颜色是金黄色，旅行证件金黄色，电管下台湾群岛美国民政府，就是台湾群岛美国军政府啦，这合起来叫做台湾民政府啦，是由美国军事政府所核发的。15年，而且可以到194个国家不用签证，跟美国的护照一样了。哎，我这个还不错呢，问的问题很好呢。来，有个问题吧？拢无问题哈。啊，这就是要甲变哦，都就是安尼啊。哈，再落去讲，对不对？台湾以后哈，台湾民政府以后，我相信我们会很有钱呐、啊。我刚才讲简单的例给你听：第一，免做兵，一年看欠偌济；第二，免军费，一年看欠偌济。啊，你讲免军费，啊，台湾的防卫命啦，美国安来做啊，想叫你甲他拍赢。你给他占领，国际法规定的啊，你占领，你就要来给他顾啊。领导哪阵是美国，你给你徛卫兵哦，是天经地义，应当的代志。你不能就是讲美国把你打败了，占领你，你就很不高兴，你不要报告不高兴。咱若得到战款了，你也怕破啊，吼，好棒，唔免做兵，唔免交税金，唔免买军费。刚才这些钱就有够了啦。怎么样？一个非常感谢。慢慢讲。非常感谢秘书长。啊。嗯。好，好，好，很好。因为我其实刚出来这里就是我爸跟我讲的事情，想说有道理，我就自己过。哦，好。我想和你做官，我就想说当官哦，我就想当官其实什么也不是啊，因为说真的，这个官职也不是我的，也是人民的名义，然后给你。好，好，后来那个黑官为农民讲了，哎，来个鼓励一下，来，还有没有问题？还国民党去负责，那跟咱无关的，你嘛拜托。嘿，咱哩，迄时间你免烦恼，时间咱甲美国谈判哩，甲伊讲，我台湾啥物关系？你借钱是恁家代志，你中国人借你中国人的钱啊！啊，若真正无多变嘛，甲拍卖金门马祖啊！啊，金门马祖的人足欢喜的，拜托拜托，最好你们台湾把它买回去。嘿，后摆再搁讲啦，有真济代志吼，起码去讨论家拢是多余的啦。不必要了，没有必要现在讨论。来，要个问题不？国民党什么？哦，国民党即马叫关边嘛，很简单嘛，折换成为鞭刑。啊，当然我们会重新开庭。重新审判，如果有冤狱的，我们恢复你的自由；如果没有冤狱的，要加的，我们就把它加上去。啊，不用关，一律用鞭刑来处理。哎，你袂当讲我甲你放出来啊，无代无志甲你放出来。你每一个月还是每几礼拜，你都要来报到，啊，打屁股。所以小时候，咱足惊很，很讲打屁股，对不对？
啊，很好啊。我跟你讲哈，全世界照这统计，阿拉伯地方，这个叫做，这个啥？那个叫做，不是宾拉登啊，跟那个叫做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边啊，那个新加坡，他们刚开始实行鞭刑的时候，一个月之内，犯罪率降为剩下20%。在一个月以后，不到5%，惊怕了。现在也不爱说太多，我们现在唯一，我一个唯一的目标，得到政权，村农民说，得到政权以后，我们再来好好的改变台湾，这样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各位，还有没有问题？那个我们都有打算，那边团队美国会帮我们看得很好，尤其是外汇存底都会帮我们看好。在刚开始的时候，我是要求美国我们使用美金，停止用新台币。因为为什么不用新台币？最主要就是说不爱让新台币把咱拿到国外汇到国外，这资金不能够造起啊，这详细是技术的问题，所以我想我只有可以告诉各位，我们是由一群头脑很好的干部组织而成，我们一定会把台湾的财富过得真好。后来我今天说到这，谢谢各位。各位，今天我们提早一点点，现在可以开始离开，离开的时候请你把这个椅子放在桌子上，让大家比较好打扫。